妹妹要唱吗？你要不要？我害羞哎。来。这会发出去吗？会啊。会发哪里？哪里都有。那我先读起。没想到只能走到这，看你是泪眼，我到底该说什么？做你为何用一辈子的时间慢慢跟你说？你不用对我说什么，我哭不是因为我觉得舍不得，只是觉得努力了那么久，最后却还是败给不适合。也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妹妹，来，这个给你。会害羞吗？没有了。